三个朋友，对，你只要住宿就是打85折，八五折哦，八五折其实还蛮多的耶。哇塞，八五折，同学你疯了吗？哎、欸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要先送吗？没有。今天的重点是在讲那个大学同学开的民宿。对，大学同学开的民宿，你有去过吗？没有，我对不起他，太忙。就我看完你的宣传片啊，我有认真想一件事，我去的话应该会拍得更好。那你刚刚有不是有看到那些宣传影片吗？对啊。你自己觉得怎样？我觉得很棒啊，尤其是让我最有印象是那个酒吧，还有其实我蛮喜欢它的那个整个环境，蛮有设计感，很特别。我比较喜欢它就是那个楼梯，旋转楼梯。你不是有用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效果，就是本来是你不在那边，然后有一个淡路，然后你就突然坐在那边拍照，那一段有没有？我觉得那一段非常的 gay bye。其实一开始他们就是一个有点像，这叫什么铁皮屋啊，然后上面这样旧旧的，外面就是清水模造型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的外观嘛，嗯，就是前面跟后面，对，它后面就是一个湖嘛，嗯，然后那个湖。就是他的地方。出去玩。这两个妹是谁？我这两个妹没有放影片里面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一楼的房间。哦。然后一楼的房间它其实很特别。嗯。它一楼的房间就是出去的时候，就是会有一个那个，我们之前不是你看到那个简介旁边可以坐在那个，就是木板上面。对。然后外面就是个湖。嗯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很清幽。你知道你有知道我去过大阪，大阪的那个啊是京都啦、啊，京都很棒，它就是。昨天有喝酒吗？我没有喝。到底是大阪还是京都？京都它有个叫一个河，然后他们很多那种日式的那种建筑物，他们都会建在那个溪的旁边。嗯。所以有时候你一开窗，落地窗外面就是一个一条小溪，你就可以坐在那边很清幽。哦，难怪那时候看起来真的很有那种日式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那边很舒服，所以坐在那边就可以喝喝咖啡。你要嘛也可以带个野餐啊，在那边野餐，然后看看风景啊，放放松，我觉得那还不错。特色就是这个楼梯，之后我们要上二楼。我们二楼之后呢，你有看到这长长的楼梯吗？有，很美。它其实是一个旋转的，它一共有三楼。哇。对。然后它其实有一些，你看它一些窗户啊，哦，真的，你看外面的景色都非常美。哇，那个电线，什么电线？窗外的电线。啊，你只看电线哦，其实他们很在意外面的洗衣机的。每个人看的不一样，像老板就是你在看到电线。对啊，我看的是电线。那我觉得老板娘现在很头很痛，因为电线应该马上应该就不见了吧？对，想杀了我们俩。那边都很好拍。就随便一个角度，你随便拍都是完美照。哦，有。这就是那个楼上的四人房，它就是就是二楼。嗯，对啊，就你住的嘛。对对，然后它两张大床。哎，所以他们其实都有附一些像什么气泡水啦。对。哦，然后里面的特色呢，他们有了那个就是他们的换洗澡的啊，都是有清洗的。换洗澡是怎样？不是洗澡，会不会讲话？沐浴乳，对，沐浴乳什么都是那种五星级饭店会使用的，像欧舒丹啊、那种品牌的。嗯，然后他们还有一个那种宝盒，你知道那个宝盒一个木箱，月光宝盒。对，你看那个影片啊，它现在打开了。对啊，它就是有两层，就打开之后，它就是一个生活用。所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。哇塞，蛮有质感的。很有质感啊。对。你知道吹风机是什么吗？那你还有一个吹风机呢？这不过是他表面的掩饰。我告诉你，他还是刮胡刀。怎样？给你讲，是包包界的爱马仕。最好是讲出来是真的哦。是什么？吹风机怎样吹起来会？戴森的。哦。一盒里面有什么可以卷发、直发，什么都有。就什么都有。对，它就是有很多造型的。其实我也不太会用。同学真的是花大成本呢。哎，我真的是要早一点赶快去。而且那个厕所，你说那个干湿分离是？对，他们的所有的浴室都是干湿分离。台中腔是不是？它这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胶囊咖啡机。哦，有哎。对，我很喜欢就是这样。
早上就是起来，我一定是要冲杯咖啡，嗯，然后到外面的阳台，就坐在那边发呆，然后喝咖啡。你知道我还看到鸭子啊，那些大自然的一些景象啊。其实那个池塘里面有鱼啊，嗯、只是不太拍不太起来，因为我用手机啊。好啦好啦，我下次去把它拍完整点给大家看好不好。到夏天的时候呢，晚上啊，有可能我会看到一两只的萤火虫。一两只，大家会吸引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过我们的夜生活。我刚刚看到那个影片，这个夜生活很酷哎。对，你有看到那个招牌吗？灯开始亮起来。有，超棒。有没有他们的灯？他们现在灯更多。嗯。然后他们现在还有一些，就是他们的吧台是最近加的嘛。啊。然后他们还可以在那边烤肉。超棒的。你知道每次看到这个影片，就是一打开啤酒，然后大家一起举杯，嗯、喝酒吃烤肉，超棒的。舒服啊！他们之后会就是。需要的话，他们会增添一些，就是折叠椅啊、折叠桌啊，供大家坐在那边聊天喝酒。嗯然后像那个四人房，你有看到吗？它客厅超大。对。它里面它那个音响啊，怎样？棒。所以，你觉得它那种环绕音响，让你有一种就是身临其境。身什么？在 pub 里面就对了。你没有嘴巴打结是吗？有。其实很多布置，我觉得都还蛮有，独特的味道。每一间每一间的那个味道都不太一样，很酷哎、欸。不是那个味道，我知道是那个风格。你在外面喝喝小酒啊，或是两个情侣在外面聊聊天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都还蛮浪漫的。还是有一些资讯要跟观众们讲、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些优惠。嗯，这优惠呢，就是。如果就是你按赞或是分享，或是在我们的留言下面 tag 三个朋友，对，你只要住宿就是打八五折，八五折哦，八五折其实还蛮多的耶。哇塞，八五折，同学你疯了吗？八五折哎，你确定哦？我们要播出去是八五折哦，要不要九五折？他说了就算了，不过我相信他一定有个期限，所以大家假如有看到这个影片，哎、欸、对。对期限，可是我忘了期限什么。不是，这家伙是好，反正就是我们会把期限就打在这个字幕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，一定要好好就把握这个折扣时间。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会喜欢这个影片。那下次有机会，我跟陶喜会再介绍一些比较好玩啊，或者是重点。那你不能介绍宜兰好玩的民宿哦。为什么？你刚刚被打死了。好不好？宜兰民宿老板。看到这支影片，还是可以找我业配。不要再误解。没关系，没公平竞争、啊。我对我同学的产品有信心。下次见哦。对，好，拜拜。拜。